挨个喝吧，从小松开始。我来啊。呀，呀呀喝呀喝，呀，哎呦，咋咳嗽了呢？这不对呀。对呀，这怎么还苦的？这咋还咳嗽呢？哎，不管是什么味道，到极限了都会咳。是的。哦。你看你吃苦的药的时候灌下去，它也会咳。来吧。该我了是不？你这不咳就不对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捏鼻子喝一口，这碗还没到鼻子边上呢，就先捏上了。哎呀，他有点眼含眼泪的感觉了，看看花花了。花花慢点，花花干了。挺好喝的。是真苦，这孩子。哎呀，这范儿哪？哎呀，咋喝了又吐出来了？那这嘴里逛了一圈，好像脸都青了，哥。啊，是不是毒是吗？我这给你捧着呢。哎，他这个不太好猜呀、啊。啊，各种表演都有了。我看小童吧，咱看看小童。小童，小童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小童，你嘴白了。小童是真的。这应该是真的。我们小童，你把你那苦粉再倒里点。直接咬苦粉舔一口不就知道了吗？小童，你舀两勺粉在嘴里含着，别咽。我把这一碗塞你嘴里。同意同意，直接咬苦粉含着，舔一下，舔一下就好了。哇，直接吞呐、啊，舔都不舔啊，就不敢过嘴，就直接往下咽。好真的表演，咽在嗓子眼上。就是小童，他们四个，你看他们四个表情，都替小童苦了。我们吃不了苦。小童，你把你那粉挨个让他们四个尝尝。好。你看小童高兴的。苦的。舔啊，舔一下。这小童说了苦的。算是。什么？我觉得你没舔着，你直接抖没了。啊，厉害厉害。说话，他拿那个甜水说一下。哥，你还能更明显一点，不是你吗？我都受不了了，哪有拿那个苦水漱口的？我虚晃的这一枪，虚晃的这一枪，晃实了。行了，沈腾基本排除，排除排除，直接倒。哎呀！喝一口你哥的那个苦水吧。喝一口自己的苦水。我尝一尝。这份奶粉那玩意儿吃好吃的。忍下去，坚持。还可以。喝点苦水。别人就这点优点，吃啥都觉得好吃。小松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表演非常好，但是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你咋猜出来的？真实，小童那个苦还真的。真的。啊，目前比较怀疑的是，这几个都很能忍啊。小童吧。小童。我觉得小宋也有可能对。小宋他很能忍的，而且他刚才倒了一杯水，他从那个茶壶里倒到他那茶碗里，没喝那个。只有他没漱口。目前怀疑度比较高的是小童和小宋两个人哈。接下来开始，扎马步。小童最后一个，小童要看那个凳子大概多高。
哎，我觉得是小宋，哎，就是他们就故意设计的，反着来的。你再起，再做一次。啊！再起来，再做一次。坐，快速坐，高度不一样了。我们拿这个 vivo S 12，让他们拿着自拍，判断他的微表情。小宋和小童嘛。真棒！你们可以分析判断一下啊，这他站起来了都，他站起来了，就是小童。你俩换一下，小宋跟小童换一下啊，你俩换个座位。小童快过去歇会儿。你看小童是直接过去的。嗯，咱让小宋倒个水吧。扎马步啊，肯定倒不稳，都给自己倒个水，让他们判断一下。哎呦，花花这盖儿都没了，盖儿。哎呀，你这把多大岁数都倒出来了呀？我觉得小童那个位置和花花那个位置都有可能。花花那没有啊，就小童，因为他是同一个人嘛，吃苦药和没有凳子，就一号位大家猜的多是吧？对，不是就没人怀疑我吗？我跟贾玲谁都不猜，不测试测试我俩了。你不用了，你先稳稳的在那坐着呢。你俩是真舍不得那凳子呀，我跟你讲。人家花花还在配合着演，你俩这家坐在这踏实的，你这咋猜呀？沙溢哥，万一有大反转，你怎么办？那我认了呗。哎，花花和小宋换一下位置呗，你俩换一下呗。又换，换个位置行吗？好的。哎，但是那个花花没有跨腿进去哦。刚才小宋到那花花现在位的时候，他有做跨腿。花花过去他没有做跨腿，小宋还有做跨腿。哇哇，武林高手啊，你看看，奸诈之人。各归各位，歇着去吧，歇着去吧。最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，是谁真的在练功？就一号小童的位置吧，啊！哇哇，这是给猜对了，还是猜错了？没有，这是正常的戴玉强老师在练声。答案是一号。验证的方法很简单，五位会一起慢慢坐下，扎马步的那个人就坐地上，会坐到地上。啊，小童真的在练功对吗？王牌家族开始验证。不，开始验证。慢慢，哎呀，慢慢往下坐，大哥。我是没坐准啊，我这确实有个凳没坐准。完了，真正在练功的是花花。不错